然后另一个工作是饮食界的工作，工作内容是饮食界的综合料理辅助，日语要求是日常绘画，工作时间是10点，然后月给是23万到32万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公司这边的说明会是上午12点，面试是下午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资料可以预约面试。